这就是无爱要单调的，啊，无就摕去烧掉。家具厂回收来的废弃木料大变身，感恩小木片加工后成为手机吊饰。每天都拿手机啊，就可以看到感恩两个字，心里充满感恩。是，感恩佛恩父母恩，遇佛结缘品，慈济志工动手做。与会的菩萨们结一个很好的缘，祝福天下众生都平安。台中静思堂有阿公阿妈带着女儿两岁半小孙女一起做结缘品。阿姨看到阿妈换制服，就说我要去我的静思堂。台中慈济医院医护同仁起了大早，想替来遇佛的会众尽份心力。佛教的礼仪里面那个精致面，以及绵延不断那份的一个关怀。丰源静思堂慈济志工动手做的浴佛结缘品样式不同，志工把菩提叶小木片粘在精美的卡片上。这份结缘品都是由我们总务的志工团队一起来为大家做准备的，非常欢喜。用欢喜心投入，跟浴佛会众结好缘，传祝福。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。